凉皮最早源于西北地区，途经此地出来也是坚守工艺，自醒面开始，极其繁复的工序养成了手艺人的耐心。淘取面粉细腻莹白，加入水和精盐，揉制成光洁的面团，敷上保鲜层静酿数刻，唤醒韧性与劲道，再加入清水反复揉搓，等待着白浆分层清澈面汁。得空的小憩，手艺人闲暇之余盘算着昨天的收成。均匀富油的平底大盘，展开细腻的面浆，蒸至凝结，热力催生出透明的面皮，迅速离水，自然冷却，轻轻挑起，一张剔透的面皮已完全制成，反复叠为合适的宽度，切成各种均匀的细条，极具仪式感的刀工印证了品相的追求，齐齐的码好，素淡的凉皮在静默中等待着一场惊艳的邂逅。麻酱、焦油、蒜蓉、芝麻、香菜、精盐，数十种小料集结待命，人们怀着各种期待走入小店，寻觅各自心仪的味道。娴熟的双手总能按照食客的喜好调制出最恰到好处的风味。